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养生太极掌第三套。养生太极掌第三套也可称为疏肝利胆太极掌，全套共36个动作。它是通过身体四肢的风动臂旋风作臂绕。通过两腿的屈伸旋踝，通过动作和呼吸的紧密配合，和通过两手的采日月之精华、天地之灵气，从而疏通肝经和胆经，实现疏肝、平肝、养肝、柔肝的治病原则，从而提高肝胆机能，有助于防治肝胆疾病。养生太极掌第三套练习开始，真人采气。清水川渝，上弓诊脉，地海藏龙，黄风出洞。脱靠开家，蛟龙翻浪，鸾凤起舞，腊梅迎春，金鸡独立，浪里行舟，野马分鬃，猎鸟多食，猎马翻蹄，青龙潜海，金丝缠腕，行云流水，黄风出洞，旭日东升，鹰击长空，腾蛟起凤，大鹏展翅，猎鸟啄食，地海藏龙，云压青松，金针指南，灵龟福气，野马分鬃，猎鸟啄食，猎马翻蹄，青龙潜海，金丝缠腕，
行云流水。马步单鞭，羽翼不除，系膝归园。一二三停。